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车动力不够，哪怕是 V8 5.7 排量的坦途也有加机械增压。男人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机械增压安装在发动机上，并由皮带与发动机输出轴获得动力来驱动增压器的转子旋转。机械增压压缩机的驱动力来自发动机曲轴，一般都是利用皮带连接曲轴皮带轮，以曲轴运转的扭力带动增压器，从而达到增压目的，无损安装。动力提升 40%， 线性输出效果明显无顿挫。改了增压后要用全合成机油，选择正规品牌，实力厂家，主打 VT 双螺杆机械增压， HKS 离心式机械增压，普拉多、陆巡、 FJ 酷路泽、途乐、途达、帕杰罗、牧马人、挑战者等。